拼早归，得拼早归家不闲。今日西康帮阿门换玻璃，有派气的冰箱，我都买起来呗。早归，客家的早归来了。细汉就来，我会对手机等内门，甲阿公阿妈做做伙。透早目睭还袂起筋，就会听到外口一阵一阵破叫声。我上期待的，就是听到早归，客家的早归来了。只是对眠床顶摇起来，从对门口，让阿公来给我吃。阿嬷时不时拢讲我真了才，乱顶仔香味波拢叫袂真神。今仔听着麦豆花，伊咧话，伊就爬起来。哎呦，阿嬷，你都唔知这豆花的滋味，偌尼啊滋味，不如煞出来。予人食了会少命，一百位拢食无呢。若讲着内幕，这个身体的豆，阿伯豆花，真正是我的套餐的。豆花看起来是白泡泡，软软细细的，小看唔好啊，唔好个豆仔是，也袂放到嘴，就闻着香滚滚的豆奶香冲出来，把豆花拢喂出去。哇，感觉到的油香，嘴内是唔豆仔的香气，冲过你的嘴腔，豆豆仔滚起甲倒入。豆花白，豆花无红豆，是豆，这是一年节的五花十色的配料。像咱爱食豆仔干顶的汤青啊，糖瓜又冰，就予人心凉，鼻透开啊，接落去就会人心情爽起来。这个身体的豆花白，佮无只高怪，伊嘛无固定时间出现，就准愈酸。袂行的路线，就予人散无脏。常常拢有人坐仔路，坐也坐，就是等无着豆花白啊。讲嘛奇怪，大家佫食有耐心。今仔日买无，明仔载继续推。白若等着，随楼顶招楼骹，厝边隔壁，低头含尾，放放通知。家己虽三无做，两无走，甲十五担有只熊要卖空开。有个人哪只哪开讲，有个人是只了食了搁一碗，豆花白无用细茶，一桶豆花一钱就剩无半桶啊。这时豆花白就开始在面单稳稳在行。嘴哪话，规桌拢互恁食了了啊！把有的人客无通食咯。我的朗读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